但只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痛心就退业，就是说这么好的修行者就被这么一点点事就毁掉了，知道吗？就被人世间如此一点，这个世界难道真的没有大造福了吗？知道吧？就是你们现在在修正嘛，你们从黑关出来，做白关出来，你们有没有一点点何待如来家业的心啊？哦，又看出来了，挺厉害的。但是你不要恶狠狠的把贴膜全灭了啊！贴膜是六道之一啊，要度脱不能灭了。不要说有干掉他们，开玩笑啊！啊，不是带着恨恨的说，谁干的？贴膜道干的，我去把贴膜道灭了，是吧？不是这样的啊。任何一道能还是我们自己的正量不够，自己的没有安住在自己的成道的信念上，是吧？我们经常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想要，也想要佛果。而当年的革命系列共产党，我们只能这样子，他们上天，他们会放弃这个世界一切，是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要达到共产主义。他们是要那个信念，再加上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师父要一个成佛的信念，再加上我们的修行，精进修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名利情。名利情没有错，知道吧？名利情没有错，也是我们的软肋。但是我们如果名利情很容易让我们着下，很容易让我们软，知道吗？没有力量，一下子这就像当年共产党刚开始打下天下的时候。毛泽东说被糖衣炮弹腐蚀了，那些南京，我到现在可能现在你们记不得，我们小时候还学那个说南京路上的八路军站在那儿被那些女孩子啊女色啊那些妓女不是去诱惑解放军嘛，站在那儿这样子说糖衣炮弹，那叫说糖衣炮弹，不是毛主席把它比喻成是糖块，就是女孩子就像那糖包着糖衣的炮弹，知道吧？你打仗嘛，因为解放军刚从战场上下来嘛，你与炮弹是在战场上飞的那些飞毛腿啊，女色、男色，知道吧？那就叫炮弹，是吧？看不见的战场。所以后以前不是刚开始不是国共两党，国民党经常派那些女间谍过来诱惑日本人，诱惑共产党嘛。哎，严刑拷打没事啊，一个女孩子过来就完了。这个是并不是说那些事本身是错的，是你的软弱，你是你的软力，知道吗？你立不起来，你的脊柱立不起来，知道吧？你会被它腐化腐蚀，知道吧？我们的爱是我们的软力，带着情欲的爱是我们的软力，我们带着情欲的爱就会只爱我们的孩子，只爱我们的父母，只爱我们的兄弟姊妹，只爱我们的所爱的人，而且想占有他，控制他，甚至是为得不到还耿耿于怀的在那痛苦。你不是为信念而活，你的头脑中没有信念，你就不会有脊梁，知道吧？你就会只是活在你的贪嗔痴慢疑里边，你就会还活在你的情绪里边，啊，没有脊梁，连脊梁都起不起来的人，怎么会何待如来家业？知道吧？没有信念的人，你的生命里边没有方向，知道吧？成道，你不以为你会几个知见，你就能成佛。如果你不为他，不带着空性正见，有一个信念放在那儿的话，很难的哦。你总会着相的，知道吧？然后一生修来修去，觉得哎呀，在家人修就是难啊，在家人修也不难，在家人不着相难，知道吧？而你们都是正当壮年，都在30岁，正血气方刚，所以。龙泉寺的事情让你们看到了，知道吧？你们是修行者，你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不是高学历就可以成道的。龙泉寺一个说寺院里边的高科技嘛，知道吧？北京龙泉寺现在不是很多北大清华很多大学生出家嘛，不是你有文凭你出家，有文凭出家就是生财，不是。身边的侍者举报方丈，只有在龙泉寺能做得出来。看出来了吗？你听到其他寺院出现这种现象了吗？最重要的侍者把方丈举报，而且放到法上去。我不是说这件事对错，咱不从对错吧，
为什么其他寺院不出这种现象呢？难道其他寺院的方丈清净吗？因为高等学历的人无情，知道吧？有时候拥有高等学历的人只说是你错就是错了，我就要举报你，知道吧？我大义灭亲，为了佛法大义灭亲，恰恰钻了天魔的圈套。而其他寺院的人，我不是生财啊，我师父，我你错了，你能不能改了？是吧？你要是再不改，我可举报你了。他都先这样说话，因为不忍心，你知道吧？这种情不是，你知道，恰恰是那种大义灭亲那种情是天魔道的情啊，不是那样的哦。真的人不是那样子，你慢慢你就会知道。佛法不是这样，佛法离情去欲，但不是无情的。我们现在再说一句，我们不再讨论，我们就是茶余饭后聊天，我不再讨论谁对谁错。天魔也是，人家也处理得干脆利落，不跟你，你错就是错了，承担后果吧。我不跟你说废话，让你承担后果，你才知道你因果。我不觉得这件事有坏，他可以，如果一个方丈这样子把他搞下去了，其他寺院会安静。知道吧？杀鸡给猴看嘛，是吧？那其他的方丈就不那么，是吧？他不那么什么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啊，寺院里边现在很富有，我觉得这也不是件坏事。但是，当你再看到这三个人的根气的时候，你就痛心了，开始知道吧？这么好的修行者，怎么就毁了呢？因为这件事，怎么会就为了这么一点事就毁掉这件？当然你我这就说，只是说表面上的一个现象，也许恰恰是救了他们，是吧？因为只要他们如果觉着，也许两面两刃剑，磨难会让他们更解脱，也许就毁掉了，是不是？承受不起就下去了，堕落了。你们现在也是修行者，是吧？希望不要痛心，让我们知道吧。看到你们的堕落，有一天就是这样。但是有点急了，去何丹如来家也。我不是，因为正好是现在，就是不管是男性或者女性啊，后边坐着很多女性啊，女性将来很厉害的，知道吧？你看当年的革命先烈里边没有一个女人叛变，女的都很坚强的。不要最后何丹如来家也让女人担起来啊，因为这是救度众生出轮回、出文明的一个。最重要，佛法是它是很重要的，知道吧？传下去，就是说让人类知道有解脱道，让人类在苦难中的轮回中，就是知道有这么回事，人是可以在轮回之中、流浪之中、心无归宿之中解脱的，有解脱道，让大家知道这件事。他修不修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有权利让所有的众生、轮回众生知道这件事，这就叫何丹如来家也，知道。把心灯传下去，知道吧？要有点发心啊，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啊，否则你以为你会把自己看低的啊，看不起自己，我们会活得觉得没啥成就感，看不起自己，你知道？你在人道，当你开始修行正道的时候，你在闻听到释迦牟尼佛最高之界的布施的时候，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最有成就感的事来做。你知道吗？成佛，在这个世界获取名、获取利、获取任何东西，而你在选择成道这件事，跟你获取名、获取利、获取情，这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成佛这件事，它是最高的，知道吧？你选择了很高的一个成就，知道吗？解脱轮回，你在走，知道吧？人力最难的一件事。其实不难，只要有佛的知见就不难，没有佛的知见基本上你在摸索黑暗中，因为总有一个我要成佛，那你摸索吧。没有佛的空性正见，你本来是佛这种知见，你很难成就的，知道吧？你会变成神仙，你会修成天魔，修成树精野怪，知道吧？修成阿罗汉你成不了佛，因为只有一个我在求定、求止、求神通、求神仙、求变得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但是他没有想到我是最大的障碍，因为他本来就是空性的，他本来就可以是那样的，但是我是最大的障碍，他是又一个我不断的修，所以他修不成佛果，也就是所有成不了道，就是因为有一个我在修，
又一个妄想妄念在修，就这一点错了，知道吧？所以才得到这凤毛麟角，知见错了。佛说如我们煮沙想成舟啊，所以你力竭煮不成舟，知道吧？不是他不精进，不是他什么苦也能不能吃，是他知见错了。所以佛《法华经》的见地很，你本来是佛啊，是吧？这个是成佛的关键，知道吧？很重要的，成佛的关键，你一定要安住在这个地基上才能成佛，否则成不了，知道吧？你会修成天魔的，成不了。你最修成空我，天魔空我嘛，已经没有可破的法相，他还在天魔道，有一个我，知道吧？粉碎不了空，因为有个我到达不了无修无证的阶段，因为他不知道他本来是，所以他不会无修无证，不会放下的。他总有所求境，知道吧？所证的境，大涅槃，他有一个大涅槃境，知道吧？无生无灭的境，知道吧？有境界就在妄想里边，知道吧？大涅槃境界没有，因为没有生灭法，所以不会有涅槃境。你本来性在哪，你都本来是。你什么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都本来是。因为无相，你住在无相的境界，你就算缺胳膊短腿，你以人力出现，以天魔出现，以天人出现。你甚至有外星人出现，有地球人出现，你小虫子、飞蛾，你任何东西出现，你本来是，知道吧？都叫相啊，诸相虚妄，啊，你才能了解空性啊。但这个空性在人道一定是以因果呈现的，如是因一定实现如是果，知道吧？因果法相现都是佛法。一尊佛实现在这个世界的因缘，他的因果实现，有共同的佛像32相80岁像，有各业的阅历因果，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那释迦牟尼佛也实现成佛了，还要实现因果，比如吃马麦没饭吃，你们就看过佛陀本身经，他不是说去了，马麦之报啊，就是有个国王不给他吃。是吧？就不信他了，不信仰了，不供养了嘛？他没饭吃的，吃马的，跟马喂马的人给了他些麦子吃嘛，吃马麦啊，还被石头砸了，流血啊，身上，有时候没有说用神力啊，用神通神力能不能避免这些的？也可以，但有必要吗？因为他在空性里也不怕这些东西，知道吧？就随缘视线了。你坐在那儿有个蚊子，你还非得追着它把它打死，否则它会咬你个包呢。那就随便咬就咬一下嘛，是吧？这个世界伤害你就伤害一下吧，是吧？大家喜欢嘛，蚊子高兴嘛，是吧？就是对释迦牟尼佛来说，对于诸成道者来说，那不过就是那些报应，就像蚊子咬你一下，是吧？你会说空中有三个蚊子，你一定要用神通把它打死啊。还打不死，还会用神变来把它灭了，否则我这个包是果报啊，怎么会咬个果的？因为有蚊子就会有因果，是吧？你会干这种事吗？不会，咬了拍一拍，挠一挠就咬了呗，是吧？满众生愿嘛，所以很多的少时会被毒死，满众生愿嘛，他想让你死了呗，是吧？但是他也得说完法，弘完法再接受里面达摩祖师，是吧？不是毒了，吃了好几次毒啊，就是给他下毒啊，下毒，最后一次假装毒死了，满众生愿嘛，是吧？你好让我死，我但是我没讲完法，我的弟子还没成道，我不能死啊，是吧？我先讲完到第六次哎，讲完了，说你们行了吧，听完了吧，听懂了，那就像修了，剩下时间问题了嘛，没得可讲了，那就拍拍屁股走呗。所有的佛都是说完最后的法，不要说完法华就没得说了嘛，把最终的都说完了。那弟子成道就时间问题了，那就走了，拍拍屁股就去其他事情，是吧？就涅槃了嘛，视线涅槃，就这样。不是他用神变，他用神力可以流行诸事的，但是他不流的，就没必要嘛。要实证，就是说，当我们就说你们的耳修耳根圆通也罢，神就跟如果有一些功夫的话，你们就是更安心，就是说在修行里边觉得自己有点成就啊，这样更好一点。坚持修吧，就你的知见对，那成道就是时间，知道吧？就怕你知见上有时候还是活在自己的所作，知见上就是
直接如果对的话，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入都可以，只是最终破相停妄想。破相就是停下妄想，破相不是破相，破相是说金刚经说把这个杯子扔了，把这个六根杀了，没用的啊。停妄想啊，停妄想就是破相啊。停妄想你肯定是不必进转了，你停下妄想不必进转，怎么练呢？不必进转，如如不动，安住在空性正界里啊，停妄想，然后停下分别，停下定义啊，最后。老师，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不去分别，不去定义，那生活当中怎么修啊？这个会没法跟人交流。你建立起正知见来，你就会。这不是阿难就问佛吗？楞严经里阿难问佛说是，我也知道了，我有一个空性，好像白白的得了这个空性，用不上啊。你看我现在听你说法，我还是用这个六根是吧？分别直接听的嘛，是吧？否则我能听懂啊，是吧？我做好事做坏事都是用这个分别心做的，是吧？好像用一个如如不动空性，我用不上。佛就答他这个问题怎么答？佛说你一直用的空性。你那个觉得分别觉知那个念，你用完就没了，用完它是在生灭的，你能留住它吗？它是个客，其实留在这儿的永远是永恒不动的空性，只是你不知道这件事。你做事，你做啥，你也是用的空性，只是你不到最后不断的明心见性，不断的知道这件事。其他的随境生灭，随境生灭。我说话，你听我说话。我说杯子，你听懂我杯子了，你起心动念是吧？听懂了。我说扇子的时候，你那个杯子的起心动念已经消失了，你又想扇子，就说你的那个意念，你做事的那个心啊，跟着我这是一直在生灭。你了知这一点，你继续做事啊，随便了，因为它毕竟空，你就做事也在修正。就是你用这个知见，你就在修行了。就是不管你在红尘中怎么做事，你都是在修行。物来真应，过去不留；物来真应，过去不留，不留痕迹呀。比如说，你了解你的六根对着六尘是不断生灭的，好像你在做事的时候啊，慢慢你就没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你就是安住在当下，不断的做事嘛，啊，然后你慢慢你就会，时间久了你就安住在你本来是空性的正见上，知道吧？而且你知道，你做任何事。留在这儿的，做完以后留在这儿的是空性，因为空性永恒不灭嘛，根存在生灭嘛，是吧？沉浸在灭，根也在灭，分别也在灭，分别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念头，是吧？每次没回过来的，每天做完事回过来的都是在空性，留下的是空性啊，剩下的都已经消失了，生灭的都已经消失了，空性在这儿，这个知见很重要，知道吧？这就是修正。留着始终是最后知见啊，就这种知见，这就在修正了。因为你没有六根的相，你总不能人说是修行，总要动胳膊剁腿的，你没有腿和胳膊，知道吧？在修行这回事，你没有六根，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只有正知见，始终留下的是正知见，不断的修在知见里边。所以一开始你设定一个你是如来，也是个正知见嘛，知道吧？明心见性以后，没有我谁在见性啊？空性怎么一个见法？是不是？始终是你有一个决定界，知道你有一个空性在这，知道有一个决定界了，不再动摇的决定界，这就见性了吗？现在你是听闻嘛？你能听懂的，知道吧？第一谛为什么当年释迦牟尼佛不开始讲第一谛呢？为什么不给小乘弟子讲呢？小乘弟子听不懂，你知道吧？而你们能听懂。大家能听懂都是从第一谛进入的，所以就不用学那些小法了嘛，是吧？乱七八糟的那些法，直接从菩萨道进入啊。你们听懂，因为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都学过、上过学，都就算没上过学，但是现在都是成互联网时代了，是吧？各种物理、天文、物理、地球，你知道，当年小乘弟子都不知道地球是什么，太阳是什么，月亮是什么，知道吧？没办法举例，听不懂啊。而且小乘弟子关注的是始终是万法从哪生的问题，我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佛说你是妄想产生的，算了吧，不行，是吧？你怎么是妄想产生的？佛说缘生缘灭啊，诸缘具足产生了女人，诸缘具足产生了男人，诸缘具足产生了蛋，诸缘具足产生了鸡，是吧？万法都是因为因缘具足产生了，
对吧？这不就外道就问了，第一个缘哪里来的？住院就是住第一个缘嘛。我说不可说，不可说，佛法不讲第一个缘哪来的，妄想来的，你就没有产生，外法就是个幻境，毕竟空，对吧？而且佛说所有法都是让你觉醒的，他没有定法，知道吧？你觉醒了那就叫真理，你不觉醒啥也不是，知道吧？但是这他佛法可以带你走向觉醒，所有的佛法是带你解脱走向觉醒的，他说真说假说空说有是带你觉醒的。你用着相的心听，好像觉得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是真的假的，这个是真理吗，这个是谬论吗？你知道这些想法都是人力吃饱了没事干的乱想，知道吧？你跟着他说的话走向解脱觉醒就行了，知道吧？跟着他说的就像跟着他指月的手指然后看到月亮就行了嘛，跟着他说的佛法往下修嘛，修你解脱就行了嘛，解脱了你管他真的假的坏境还是什么，随便你了，是吧？你脑子不会这种小问题的。